陪猫咪玩啊。哇哦！哇哦！哎，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咬我啊？啊？你现在人在哪？我也不知道哎。还是你重登看看。重登。你再重登一次。我一直在黑屏的地方，你知道是什么？哇哦！哇哦！我要跟他对话。哎，对，为什么一直在很黑的地方？啊，你打斜线拉比，斜线 L O B B Y， 可以吗？等一下哦。你可以吗？哦，按了。嗯，哦耶，回来了。好，我养你了。哦、对话框点下去。对话框。我邀请你啦。他没有出现。我明明就邀请你了。可是他没出现，我就邀请你，你他出现一个空白，一个大大，应该没出现。嗯，跑图。嗯，奇怪了。那不然你点那个指南针。指南针？哎、欸，还是你已经在我里面了？因为我的选择是有队伍的。你有跟着进来吗？嗯，没有。没有，好。那你选指南针，指南针点了没有用，那是那个、啊、指南针点了没有用，嗯，没有用。哎、欸、为什么嘞？ 你现在在大厅吗？对啊，大厅。你大厅的位置是在哪里？四府分流右边那边排有写 main hub 是几？一 main hub 是一。我知道一从哎、欸、哦，没事，他回来了。你在中心点吗？我看有没有看到你。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你啊。啊，有啊有啊有啊。你有看到我吗？没有，你在哪里？我就在你背后啊！你一直走。背后。啊！这肯定是我的伺服器那个。你现在没有看到人吗？没有。一个人都没看到。哎呦。还有啦，但是大家都是没有动那种，都是没有动那种。你到底怎么了？嗯，这网络不好吧？我要咬你了！你的网路怎么了？哎，我可是有插线哦。好啊，现在邀请的来宾都这样啊。对啊，我好伤心啊！都电脑都太烂了，事前都把网路线给咬掉啊。不是我家的仓鼠没有。网路线不是饼干，网路线不能吃，会拉肚子。对啊，就不要吃啊！到底是谁啊？一直吃。你要再重登看看啊！你整个游戏重开算了。哦，整游戏重开吗？对，蛮有道理的。是不是？你还在那边开饼干吃？那不是饼干，那个是铁门。那是什么？铁门。铁门，所以你的外送到了。我没有啦，其实我是蛮想点披萨之类，没有啊。哇塞，是吗？直接外送一个披萨是吧？会，等你重登。哦，你啊，重登了。你有进游戏了吗？要进游戏了。那你看得到我的邀请吗？有没有好多了呢？我看看。你可以看到大家的移动吗？你可以看到我的邀请吗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真的没有啊。真的不行。真的啊。啊，对啊。那如果连 Happy Show 呢？那什么？就上次我们玩的伺服器，你有留着吗？我没有留着，我把它打掉了。没关系，我给你。通常我们都是玩一个 server 到底啦，但是今天我们的来宾太大牌了，没有啊，对，所以我们问题被迫转移到 Happy Show 试试看你的网路。如果你真的也不行，那我们就只好跟小林说再会了。啊、好伤心哦，要说再会。对，但现在连我都连不进 Happy Show 了，因为我连进来了，你可以吗？哎呦 ，Happy Show， 我来复制贴上一下。嗨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创造呢？哎、欸，对，是可。
等等来、为什么要这样子啊？会，我第一次跑这里的跑酷，哎呀，好感动，有吗？有啊，有，切，怎么怎么？有没有想要抛弃你的？不要啦。LITTLE little dash 有 dash 吗？还是没有？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你的 little 零一有 dash 对不对？中间有，我邀请你了。嗯，哪一个啊 ？High chocolate 的那个。他没有写，奇怪。奇怪、欸，好啊，现在都不进来啦，都没有没有大牌啦，没有没有，我找迷路了，这里是不是？会嗯？为什么没有啊？那你有看到其他玩家在动吗？有啊，可是我有邀你耶、欸。嗯，奇怪了。没关系，等一下我跑的现在有点上瘾。会会，你要跑酷吗？对啊。哦。啊！跳太快了。你选择是那个指南针、欸。这个哦，指南针，嗯。对。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。指南针。来，你选指南针，然后选那个史莱姆球。指南针。史莱姆球。史莱姆球，对。对，然后选择地狱之心。等等等等等等。选择地狱之心。我的。指南针，好，你说史莱姆还是史莱姆球？史莱姆球是床的右边那个。哦，这个这个。嘿，有进来了吗？我按了，我刚刚算是进来了。那你选择地狱之心，选择 Hub 40 Hub 40嗯？不不不，我要重登一下。Inviting， 你为什么又没了？你又不见了？嘿呀、啊，我去重登一下。四十，我们 Cube 四十马上爆满人。好了，耶、yeah, ，我进来了。所以你现在 Cube 四十吗？对啊对啊，四十。你有看到满满都是人吗？当然是没有啊。啊，你在史莱姆球的那个房间吗？嗯嗯，等一下，还是你在大厅？要、哦、史莱姆球，不好意思。那观众请稍后，我们现在遇到困难。这个吗？这个吗？我进错吗？很多人是很多人没错，可是我进错房间啊。因为太多人了，来来来，我们 Huber 换一个，我们 Huber 换一个，因为我看不到你。我们换到三九去，三九。三九 ，OK。有有，看到你了，看到你了。耶！但我邀你 Party， 你没有按确定呢、欸。按确定。这个吗？哪一个啊？对话框不是有吗？它有好多个哦，我确定。High Chocolate 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有有有有有啊，总算可以了。到底加进去了没有？有，你加进来了。耶、yeah. ！The party was 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没有没有加、欸，我是重邀你了。嗯、要我点的耶？你没有？为什么我明明就按了啊？不然你邀我？哦，我要邀你，我怎么邀？我打在那个 SK 上。你就复制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他不能直接打斜线。所以等一下我要打斜线。对，你把前面那个点点去掉。OK。Party High Chocolate。嗯，我不确定我没有关其他人的邀请。你邀了。嗯。我们两个现在遇到很多障碍。很多障碍，他什么什么东西啊？奇怪。Party， 因为会有一些观众一直邀，所以我目前是关掉的。你再邀一次好不好？好啊。
Can you？ 嗯。Can you？ 他说一个很奇怪的英文的，我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那个大概就是等一分钟的意思。然后为什么你要开饼干？那不是我。为什么你要开饼干？那不是我。所以有开饼干？没有，他不是我。为什么你姐姐可以吃饼干？他喜欢吃吧。为什么我没有饼干吃？因为你没有叫外送。叫你姐姐给我过来，我跟大家道歉哦。你没有叫外送哦。来，你应该可以重新邀了。有，已经。哎，它会出现红字，哎，这样代表什么？他说这个玩家呢，什么 party 什么？没有没有，英文太烂了，好像还没60秒。我现在心里很着急，因为拖台前，你 little 零一，这你要怪网络啊，这我没办法。有，可以重邀了，可以重邀了。你说我邀？对。Okay. 而且我也明明一直在邀你。对啊，我有邀你啊。你有邀我？我邀我刚刚。当真没看到，我明就已经把它打开了。那出现红字哎，是代表不能邀吗？受不了，受不了了。来，你靠到前面来。好。前面有告示牌，有没有？告示这边。对，我们一起点就可以进来了。反正现在观众不知道我们要玩什么。哪一个告示牌啊？好多个。对，有看到很多个，对不对？嗯。那现在的这个时间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看到我们想要玩什么了。要等一下。哪个？要等一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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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那边人怎么多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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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啦，不然我们来玩合作的啦。好，玩那个左上角数来第三个 Creeper。到底是哪一个墙？红色的吗？还是红色？都可以，两边都可以啊。红色的这边人很多，不是吗？你要去别边再玩。这里。完了，被大家听到了。还没。点那个左上角数来第三个。左上角出来，来不及了，不行了啊！我跳出来，你不要按哦，不要按哦。好，我不要按。我们又要得换一个了。不是，小林，你听我说。好，听你说。有没有看到这边很多的游戏？超多了。对，就是点这里，你不要点到别边，我会跟你讲在哪一个，嗯、好吗 ？OK。嗯。好。我那个不能玩了。我们。好啊，这样跟你玩就要玩那个，走到最右上角。上次玩的那个画家 ，Peter Painter。哦，按下去吗？对，按下去右键。有了，总算哦，跟你玩游戏怎么那么痛苦？我没有办法啊，网络就烂了。我没有，重点是我一直邀你，你都没有画面都没有出现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他是那个因为刚刚有一直收到。现在我也有在邀你啊。对啊。我有收到哎、欸，你有收到，那你为什么你不按？我按啊，然后它就没什么显示，我就蛮奇怪的。要画画哦，对，画这么烂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一定要让大家体会一下你的精美的绘画。精美绘画，嗯，已经出现题目了，我刚刚还在发呆。这个是那个 Pencil。Pencil 呢？它是那个Pencil， 它是那个铅笔。要画铅笔啊？对，画铅笔。为什么？铅笔不是 pencil？ I have a pen 。好，我就这样画。嘿，铅笔。等一下哦，为什么画不出来？画出来。I have a pen。啊？
啊？等一下，要不要吃啥？没有，没事，没事。